都不要你了，还不死心啊？你又开始贴警告条旗了。我不敬老婆，却每天要帮你烧饭煮菜洗衣，当我是什么备用吗？恩人有何妨？好久不见，你过得还好吗？你问我过得好不好？离开你之后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已经六岁，叫冰冰。别担心，我没说你是她爸爸。哎，我在哪？你跟我爸比谁比较厉害？废话，当然是。你做过摩天轮吗？废话。你谈过恋爱吗？废话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阿彪。我当爸爸吧。你又不是我真的爸爸。我跟冰冰说了你是他爸爸。那到美国可以打电话给你吗？不可以。那以后你会来看我吗？不会。可是我真的很想你了。够了。这是我的脸，我想要把它送给你。你现在不会再想我了。只要有一天你会想我的话，你还有我的脸可以看。我不想看到你的脸。妈妈说，一道彩虹是半圆，两道彩虹是团圆。等到有一天天上有两道彩虹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跟我爸爸团圆了。